寻晚喺贝昆林架空列车站附近发生枪击案，一男一女中枪受伤，警方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苏克南报道。 高桂林王家奇警系喺琴晚七点四十三分左右接报，喺半拿比同埋高桂林交界处貝區林架空列車站附近嘅 Clark 路五百六十五号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男一女受枪伤，两人被送往医院救治之后情况稳定，冇生命危险，警方表示，调查仍然喺初步阶段，暂时未知犯案动机，奇警呼吁任何知情人士以及喺案发时经过该区并且有行车记录片段嘅人士同警方联络，新时代电视苏学南报道。